己市日前一名机车骑士经过北港路的时阵，因为精神无好，而且无注意到前方的路况，直接撞入停靠路边的货车后道。家己市消防局接获通报了后，派遣地安分队前往救援。加在这名机车骑士伫撞击了后，并无生命的危险。救护人员伫经过处置了后，将伊送往病院治疗。救援人员到场之后，看到一名机车骑士头部全部拢是血。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查看，发现这名机车骑士伫撞击之后，毋但是机车车头全开，也造成伊头部出血，而且有头痛、头晕的状况。救援人员马上替这名骑士进行指挥等伤口处置，送往病院治疗。根据机车骑士表示，在经过北港路时，因为精神无好，也无注意前方路况，直接撞入去货车车道，才会造成这件事故的发生。该起消防局呼吁民众，伫开车也即是骑车，拢要注意自身身体状况。如果精神无好，更要避免出门，以免发生事故。新闻台闽台市采访报道。